是浮夸，你偏可喜欢一真假。我实话实说，听我啰嗦说法，可以化解尴尬，利用搭配逻辑绕着你的圆滑。听我选择装傻，当你心乱如麻，一不注意就把你的心偷走。是去年天上情真言，就是又来跟你们合作啦。是的，续集《终极二人杀》的续集，原本要叫《黄昏请蒙眼》。对，请眯眼。请眯眼，就是介于白天跟晚上中间。嗯，但是这个名字好像太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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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强了。所以我们就最后取名为“绝对发言”啊。其实这个东西本来其实零九就当时的他发想的。是我是我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想歌名，我说我们叫“绝对发言”，然后我们就给财主去写。对对，然后其实他的故事，就是说一个狼人跟一个好人聊水的一个故事分享，心路历程。但是就是他的狼人跟那个好，就是那好人他说，不管你说什么没关系，你说的都是对的，对，有点反映到一样的感情或者什么，不管是任何感情啊，不一定是爱情，然后就是说一直很相信一个人，就是他说的都是对的，绝对发言。所以虽然在狼人杀没有所谓绝对的逻辑，就除了当然那个游戏规则以外，当然很多东西是可以掰扁的，但是当我认定你是我的那个对的人的时候，你说什么但是都可以，没错。其实是一个挺浪漫也挺活泼挺有律动感的一首歌曲，其实有点像天亮很睁眼，一个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延续版本，就是一三部曲的感觉。反正你说的是绝对发言，性格是说话，难免会有一些紧张。你双眼发亮，请来聆听我的回答，可以表现浮夸。你偏告诉我，好，普心静。我实话实说，有我多做说话，可以化解尴尬，利用搭配逻辑绕着你兜溜。不心收水。
然后感谢静放个东西，拿太多东西走，放个东西进去，等镜头靠近一起放东西进去，好，继续，还没卡，来，凯西放东西进去，林九给他打个招呼，点个头，来，两秒，按暂停，按暂停。好，看林九，看一下窗外。好，零九拨弄一下袖子。好，零九看另外一侧。好，卡，谢谢，很棒哦，谢谢。谢谢。我现在再往外站一点点。好坏啊！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子。可以，完全不受阻。然后做，好，来聊一下今天这个场景跟那个。嗨，你有什么邀请凯西跟福西？就还是他们到了吗？还没看到。我们在这边。他们今天很不专业，迟到，我们都要说过了。我们现在拍完了，好像还到。没有啊，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在想说是要找什么样的人当就是女主角。是。然后我们其实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福西。对。真的吗？对，就是女人一家人。对，因为其实很多粉丝肥水不落外人田，真的要给谁就是。给自己人，然后自己也可以赚的。我们有已经谈好抽成的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我们想说，哎，那另外一个要找谁？因为这次不要再是两个抢一个女人这样，就是再多找一个。我们就觉得，哎，身高符合，然后气质甜美，哇！好像领养的，今天是领养的，对，领养了一个新女人。对，领养了，我们肤色差不多啦 ，OK 啦。可以可以。我记得在那时候你们在想这个脚本的时候，其实聊得很开心。对，然后天花乱坠的想，然后女主角就马上就选好了这样子。立刻，我们当天把那歌录完的时候，第一人选就是就想凯西，所以我们直接隔天就问了大家。哦、真的敲得蛮灵，哎、欸，第一大概是一个礼拜前。真的，对，其实觉得身高不高有优势哎、欸，可以获得这拍 MV 的机会。对啊，真的不错。但在这里真的要感谢凯西，其实凯西之前从天一起编剧真的帮我们。哎，对对对 对, 對, 對, 對，而且他那个时候也是很辛苦，临时还好，我记得他背那个歌词。不会啦，不会。对啊，就是到今天在第三部曲，然后第一次跟福星合作，哇，真的觉得好像。圆满的感觉，很圆满的感觉。专业客串啦。对对对。没有啊，就是他参与的感觉怎么样？大家一个一个来讲。那请凯西先。我觉得就很欢乐啊，因为我们平常是私下是打打闹闹，所以就很像在玩游戏的感觉。然后加上很多互动，我觉得都蛮自然的。嗯。而且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很好记，就很有记忆点，所以相信出来大家一定会朗朗上口。OK。那一起就是。讲真的就是也蛮熟的了，对，真的平常也都真的是私底下也会碰面这样，所以整个拍起来也没有说太像工作的感觉，这样就是大家玩在一起，然后一起拍 MV， 没有尴尬感，对对，不会不会，对，因为通常一进了银行咖，大家就开始聊近期的大家的一些事情，就真的很轻松啊，因为然后他们在喊咖的时候，他们俩都会聊很多事情，所以我觉得。真的不像工作，不像工作，所以感谢有这样子的一个气氛在，一个氛围在。我是觉得幸好这次不用跳舞。哎、欸，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，风筝应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记得在你脚本的时候好像有讨论在。其实本来讨论在这里，但当然后来仔细想想，以这个脚本可能就，而且时间压力，我就觉得就先。也行。好，收工了。啊，收工了。那请大家八月七号记得锁定滚石音乐的 YouTube， 对 ，YouTube 没有 YouTube， 然后会有这一支绝对范的 MV， 请大家记得要欣赏哦。多多支持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